英文的时候，它的 GRD 就是这一个，看到吗？数学的时候 GRD 是什么？那我现在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，啊，就是你看一下 ELL 什么什么内分很长的这个，看一下 ELL 内分很长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们就是改这个，那就变成你自己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说我现在去 Google 登录。 数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继续。